泽和徐伟宁因拍摄当男人恋爱时假戏真做结婚，俊男美女的组合收获各界祝福。然而两人婚后除了在私人场合同框，其他时间都没有公开现身。近期徐伟宁搭档林依晨、贺军翔以及柯震东出演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，其中林依晨、贺军翔过去曾饰演荧幕情侣，因此双方再度合作令人期待。而徐伟宁则饰演不讨长辈喜欢的爱情牺牲者，角色相当令人心疼。不过电视台日前举办聚餐，透露原本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就是邱泽与徐伟宁同台演出，而邱泽担心两人合体会模糊该剧的焦点，因此决定全力支持老婆，帅气的婉拒了出演邀约，霸气护妻的举动直接闪瞎众人啊。